在心中立山门，把爱唱出来，唱出来，把想要说的话，把说不出口的话，把藏在心里的话，爱要大声唱。9999185，我们屏幕下方会实时更新各位的祝福语。与此同时，也可以通过关注腾讯视频、腾讯微博和新浪微博，了解我们节目的最多动态。朋友们，准备好了吗？让我们一起向幸福出发！爱要大声唱出来，向幸福出发。首先要感谢山东金浩对我们节目大力的支持，送给我们节目中间每一位委托人一份医师家的精美礼品，谢谢。有请委托人岳一晨，小名叫做乐乐，掌声有请。昨天所有的荣誉也变成遥远的记忆，就再难也要可霸气了。难道刘欢老师小时候就长成这样吗？哇，他走，你再走一遍，走路也是这么走的，走一遍，来，可以了，来，架起肩膀，这脖子往里缩一点，握个手。你好，那边有美女，打个招呼。王冠姐姐你好。你好，江湖好汉。今年多大了？六岁。六岁。乐乐啊，喜欢别人说他特别爷们儿，我先问你，知道什么叫爷们儿吗？当然是纯爷们了。纯爷们儿、啊、纯爷们不就是坚强勇敢没有眼泪？坚强勇敢没有眼泪。那你还有没有才艺可以显现出来？你特别霸气。岳飞的满江红。走走，怒发冲冠，凭栏处，潇潇雨歇，抬望眼，仰天长啸，壮怀激烈，30功名尘与土，8000里路云和月，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晋康时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驾长车踏过贺兰山去，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你过来，你过来，我看看你背后有没有精忠报国四个字。没有啊。没有啊。哇，就你这气势，我怀疑他背上有四个字精忠报国。厉害厉害厉害，喜欢你了。走，你今天第一回看到嘉明哥哥。我在西安也看到了一次。第二回，我们是老朋友了。哦，真的。对啊，我们节目的海选我参加了。那你说说我第一回看到我是不是现在活的我跟电视里的我有什么不一样？感觉活得更美了一点。感觉活得更美了一点。
你是不是特别喜欢唱歌呀跳舞啊？嗯，你将来想做什么呀？想当歌唱家。歌唱家，让所有的观众都喜欢听你唱歌，是不是？是。嗯，你跟我们说说，你今天是委托人啊，你今天跟谁来的呀？我爸爸和我大姑。爸爸和姑姑。爸爸对你凶吗？嗯，实话实说。你调皮吗？我们跟你撑腰。家里人都叫我淘气的宝贝。你跟我们说说你最淘气的事情。还翻爸爸的抽屉。爸爸知道你翻他东西之后他生气吗？生气。打你了吗？他吵我了，没有打我。那叫骂你了，不是吵你。没有打过你。嗯，我们刚才从乐乐的嘴里一直听到说爸爸还有姑姑，那为什么没有提到妈妈呢？其实因为乐乐出生在一个单亲家庭，所以小时候都是跟着姑姑跟着爸爸，是不是？嗯嗯。那我们接下来有请爸爸和姑姑来到我们的现场，好不好？好。来，你掌声欢迎他们。哎呀哎呀，连蹦带跳的去迎接爸爸跟姑姑。请坐。乐乐坐当中。乐乐就是和姑姑和您生活在一起的，是吧？对。嗯，因为那个孩子很小的时候我跟他妈妈就已经分手，当时也年轻，也比较冲动，总觉得挺对不住这孩子的，也怕由于我们俩这事儿对孩子的心理和成长会造成什么影响，也多亏有姑姑给了孩子无微不至的关怀，孩子才能成长得这么好，这么快乐。姑姑吧，几乎付出了自己所有的心血，连自己的孩子都顾不上。姑姑现在自己的孩子多大？29。哦，现在所有的心思都是在乐乐身上，是吧？乐乐说了他淘气的事儿，那跟您生活在一起，你的眼中乐乐是一个什么样的孩子？特别有爱心的孩子。有爱心。对，你看哈，我就举一个例子哈。嗯。我爸身体不好，到什么时间吃什么药，别人每回吃药都要问吃什么药，但是这小孩就知道。乐乐，你跟他们说，别到什么时间吃什么药。晚上7点半吃银杏地瓶，8点半吃补肠。嗯。早上7点半也吃逆行地平，1点半吃卡托普利。哦，你都背得出。还有晚上7点吃阿司匹林。你怎么提醒爷爷吃药啊？爷爷该吃药了。因为姑姑您弥补了他缺失的那份母爱，所以给我们的感觉这个孩子也非常阳光，很健康。你的理想是什么？我想开个人演唱会。你再说一遍。我想开个人演唱会。想开个人演唱，凭什么呢？那演唱会很多人会唱很多歌，而且唱得特别好，你可以吗？我在我 MP3 上听了291个歌，那291个歌我也会唱。MP3 里面的291首歌你都会唱，你吹牛，我不信。乐乐，乐乐来，到姐姐这边来。你看对面的哥哥不相信你，但是我相信你。我们就在向幸福出发的现场唱你喜欢的歌，唱你拿手的歌，我们所有人都为你鼓掌，就是你的小型个人演唱会，好不好？好。和姑姑拥抱一下，和爸爸拥抱一下。那个人演唱会要开始了。乐乐的个人演唱会，哇，这么多热情的粉丝来。祝你成功。好，出发。乐乐，你认识字吗？海报上都写着小乐乐你最棒，乐乐你好 man。 这么多的叔叔阿姨哥哥姐姐手里还挥着荧光棒，来我们挥一挥好不好？有没有开演唱会的气氛？有。满意吗？满意。那我们现在开始，我给你报个幕好不好？你第一首歌唱什么？下一首歌粤语的海阔天空。你要轻点告诉我，我给你报幕，别告诉大家。谢谢捧场。首先著名歌手乐乐要带给我们的第一首歌是海阔天空括号粤语版，有请。宽夜美好似荧光快车能够表你怎么表演
孩子就是实在，他一定要把手这一圈握完啊，一个都不能落。乐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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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来，乐乐，你是在唱歌，不是握手。乐乐，大明星啊，一般看演唱会就是相对性握几个就行了，别一个个握，握几个你再回来唱，然后唱一会儿再回去握。好，大家有没有听够啊？再来一个。这个时候都得有助阵嘉宾呢，要不我俩唱一首呗？行，女的先唱。女士优先啊，女士优先，好好好，合作愉快啊。爱是你我用心交织的生活，爱是你和我在患难之中，哎。我唱不下去的时候你要接着唱，来重新来，预备，第三句你就接着唱啊，预备开始。爱是你的手把我的伤都抚摸，爱是用我的心心里的忧伤换我们的各位现场观众，好啦，怎么样？愿望满足了？演唱会开得过瘾吗？过瘾。你今天是委托人，委托人来到现场呢，是爱要大声唱出来。接收人是爸爸还有姑姑，你有什么话想要跟他们说？来，爸爸、大姑，我爱你们。所以，你接下来要唱的歌是什么呢？如今吧。
爱要大声唱出来，向幸福出发。这里是向幸福出发，我们继续一起来感受爱的力量。你怎么这表吓我一跳？爱的力量一转过来，一个人这种眼神。小明，我突然觉得你有一股灵光从天灵盖喷出，你的骨骼惊奇，应该是万中无一的武学奇才。我这儿有几本武林秘籍。哎，真的假的？啊，便宜点卖给你啊，谢谢，好吗？拿着。如来神掌，无字天书。真的靠这个能够练出一套本事来，想不想看？有请来自江苏的傅秉丽。你把你师傅请出来了。哇哇哇！哎呦，我跟你说一下，他会的武功很多。师傅，先说第一招来什么？一山道，先来一个铁背功。得找人打你啊！上几个人？上四五个。四五个，谁上？这几个感觉都练过。我们四位观众，这是小伙还真是手下。傅先生没怎么，他们的手都伤了。造型不错。哇，这拳狠了！哎呦，哇，怎样？打上去什么感觉？像打到石头上吗？感觉不是我的手了，不是自己的手了，是别人的，被他残了。傅师傅，接下来哪一招？来个格斗。还要加人吗？随便。我们为了让大家更直观地感受到我们傅师傅的厉害，好，再上两个够了。看热闹不花钱。我你太文质彬彬了，我觉得。力量。有的是力量，眼镜当心啊。后悔上台的可以现在回观众席，傅师傅可要主动出击了。我跟你说，谁下去你顶上。好，你们一定要坚持，做一名好观众，坚持到底。来。来。好。哦呦！哎呦！救命啊！擒拿格斗，哦，小心小心！救命！救命！长板凳！救命啊！你真的是最厉害的，还看不出来。我就想说一句，他是真的观众，你可以回，你坐回原位，掌声鼓励一下。谢谢。接下来这一招是傅师傅向我们介绍一下。一指禅倒立。一指禅倒立，哇！真的，单臂一指禅。哇。电视机前的小朋友不要模仿啊，这是需要真功夫，别受伤。三臂的一指禅，哇！哇！这可是真功夫啊！来，掌声送给傅师傅。把这个拿走吧。你干嘛？师傅！我打声招呼啊！徒弟，尹师傅过去。请您来，我背您过去。来，有请有请有请。您练这个一指禅练了有多长时间？我练了二十多年。二十多年了。您今年多大？我今年43了。跟大伙儿介绍一下，我们的傅秉丽先生呢，是中国民间的武术家，拥有了一指禅三项世界纪录。啊，这是傅先生获吉尼斯世界纪录的证书。对，是吧？对。嗯，这一本是。是您跟着这本书来学习的吗？一指禅的话，根本如果严格来说哈，它是没有书籍可利用的，因为它失传了数百年，有的说失传了千年嘛，所以它是一点文字都没有。这书呢，少林有关功夫呢，它只是说练基本的功夫。是多长时间可以完成多少个这个一指禅？几项记录，一项就是单指做俯卧撑，在30秒钟里做60。这是我最高记录，哎！今天我们现场想不想看？
我们十五秒好不好？十五秒看您做多少个，好吗？我这有秒表，十五秒，您觉得如果您达到多少个算是破纪录了？二十五个以上就差不多了。二十五个以上就算破世界纪录了。十五秒之内。开始了，你数着吗？停。二十七个。看呆了。您还能再增加难度吗？先背。一百斤左右的重物，然后用二指来做俯卧撑，增加难度。您儿子今年多重？一百零几斤。是不是您可以背着您的儿子做俯卧撑？对，是这样。有请傅先生的儿子。跟爹真像啊！你是坐在老爸背上，还是就直接这样趴在，然后是二指俯卧撑？哇，那真是。全部的重量现在是压在老爸的背上，一百多斤呢、啊。然后现在是二指俯卧撑。电视机前的小朋友们千万不要模仿，这是要几十年的练习才能够完成的高难度。哇！做五个就可以了，来再来一个，好。哦，可以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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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掌声鼓励一下。展示。谢谢，这不算什么。还有吗？还有，给大伙儿看一下，啤酒应该怎么描述？二指倒立喝啤酒。二指倒立喝啤酒。我现在就打开是吗？对。没有，没过期，没事儿。好。看里边，放里边，对。可以。倒立之后来喝啤酒，好。我就放这儿就行是吗？这样倒着要把酒吸入自己的胃里是需要功力的，而且现在不知不是二指的倒立啊，整个重力实际上就是在四根手指之上。好，您别把它喝完了啊。哦，真怕你不想倒鼻子里。对呀、啊，我就特别怕师傅一翻过来以后说谢谢大家，然后酒就这么流出来了。谢谢。那是真喝进去了。请坐，请坐。傅师傅是委托人来到我们现场，是想要感谢谁，表达什么样的情感？我们言归正传，跟我们说说。是的，是的。刚才有点跑题了哈。没有跑题，我们已经铺垫得很充分了，现在进入主题。是的，其实我很关注中央电视台上星午初八这个栏目。因为这个栏目的非常好，我们地方都愿意看，因为它宣传的是一种正能量。对。所以呢，我有一个愿望，也是我作为晚辈的一个最大的愿望，也是呢是什么事呢？就是我母亲，这个她有五个姐妹，由于历史的原因呢，大姨呢，可能到山东了，现在不知在什么地方。是不是在银市我也不知道。二姨呢，离我们家比较近一点。三姨呢，已经早去世了，不在了。四姨呢，远在东北，黑龙江。后来就前几年才知道是在与征苏交界的地方，具体地点不清楚。我妈呢，就是有将近六十年没见面了。六十年，对，我妈将近六十年没有和她的亲生姐妹没有见面。这是因为什么？可能就是因为历史的原因吧，就是可能成分不太好。嗯。那闯关东的时候呢，可能就都没来，也不写信。哦。这样的话都音信全无了。嗯。所以呢，我想借这个平台哈，借中央电台上幸福出发这个平台，来满足我母亲这个最大的愿望。我明白了。妈妈排行老五。对，他最小的，最小的。所以他现在是希望能够通过央视这个平台跟四姨联系上。对，联系上能够见次面。六十年没有见面。对，这有半个世纪了。对。这个真的是一个很大的难题交给我们。我们先有请
今天的接收人之一，也是傅先生的母亲来到我们的现场，有请。妈妈今年高寿啊？今年82了。哦，82岁了。妈妈真是高寿。奶奶好。哎呀，你好奶奶，请坐。奶奶，儿子念念不忘妈妈的心愿啊，几十年的心愿，说想在向幸福出发的舞台上帮您约约60年没见的姐姐。哎，您是最小的，上面有四个姐姐，大姐多大？大姐二姐是都有97了。97了。二姐呢？二姐93了。三姐早走了。三姐走了。三姐不在了。四姐是变成那个86。四姐86了。除了二姐之外，其他的大姐和四姐都没有见过面，60年没见面了。大姐的外头也不在了，我也没见。四姐在什么地方？咱妈的就不知在哪里。不知道，完全不知道。那她不来沈阳，也不知在哪里。没有信息。也不来电话，也不来沈阳，也不知在哪里。家庭呢，说也是成分不好，是吧？家里的成分不好。那是讲成分不好。没有书信，也没有联系。她也不来封信啊，也不知在哪里。自己的跟我妈成分也是地主，这个四姨夫也是地主，都不好。现在那是成分很找的比较多，比较严重，所以呢他就闯关灯嘛，带着。所以对，因为家庭的成分是地主，在那时候是不好的，不敢说。然后闯关灯，彼此之间就算是有血肉联系，也不敢，但是都不联系，不联系，因为怕彼此会有一个影响。对，所以就是这个原因导致了60年姐妹没有在一起。对，我们其实通过了很多的方法，也通过很多的途径，花了很大的力气，可能只找到一位，就是你的四姨夫师傅妈妈的四姐。你看一看我们栏目组的努力，我们请来的这位是不是奶奶？你往那边看。奶奶的四姐。你还认识吗？慢点。60年。来，爷爷奶奶请到这边来。这里有请这边。奶奶，您最后一次见到您四姐是多大的时候啊？见了他，最后一次见他是多大的时候啊？最后一次见的。上一次10年前。好丑啊。好丑啊。他说在看他。是不是跳请到舞台上。他说这样。您平时怎么叫他的以前啊？是叫怎么称呼的？怎么叫他呢？叫姐姐。姐姐啊。来坐，两位奶奶坐。您两位先聊聊，我们不打断你们。你今天才来呀？我来不了了。来太远了。86了。你86了。俺二姐不能来了。她来。喘了。都93了。喘了，那都光得吃药，一点不吃药都喘上。俺看人也不给药，人也不能念，也不花的。就是穿了，
不能走道了。哎，能走。能走。你走你还学说的，他就是穿的，咱要一不穿就行了。刚才我们老太太说二姐已经93了，其实二姐跟老太太离得比较近，所以经常能够见着，但是和四姐可能已经几十年都没有见过面了，这都不认识了，都不认识了，我也是啊，头发都白了，50多年了，50多年了，50多年了，俺家小孩离咋不认识？一点都不一样。对，几十年不见，可能一下子看到，也不知道从何说起。没错，是。我现在这个角度看父看奶奶的眼神，像孩子的眼神，一直在看他的姐姐。哦，两位老人的手是紧紧的握在一起。没想到啊。没想到。没想到。今天很可惜，您的二姐没有来到现场，但是她特别录了一段话。要送给你们二位，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好不好？好。还有小礼物送给你们，你们看这边，看他是谁。好。你呢？我娘没见着，我叫你有朋友出不去年了似的。我姐姐，你也好啊，你就是年轻时还见面的那个，我也不知道我姐姐，我姐姐我这个是90多了，大件装的，你说嘛，你说我还一根烟。你叫我怀疑也不回流，现在也不能年也不花，我就给弄办法，给弄钱，给弄办，你俩大爷说的，人民我就叫饭店太大，太大的太大，我们谁说你大，都不回报啊。哎呀，我干完了，下面要搁见，安排吧，你俩见面吧，明天给你见面。赶紧来吧，要和您见面，你想见他吧？见了，我叫我见。玉姨几十年没见过了，没见过，有很大变化了，可能走在路上都不一定能够认识。那不认识，就是我妹妹，我不认识，一点印象没有了。俺这不是上这电视台，这怎么也见不上别的同志？如果不到电视台来，也见不了面，不见面。我们还有一个心愿，是希望你们以后啊都能够经常聚一聚，希望你们能够幸福长寿。我觉得接下来我们请傅先生的女儿为二老唱一首歌，唱完歌之后呀，好好的回家唠唠嗑，叙叙旧，好不好？好。四姨奶，我从来都没有见过她，今天看到很亲切。所以你要送给二位奶奶什么歌？一首《乡音乡情》送给大家。要大声唱出来，向幸福出发。这里是向幸福出发，我们继续来感受爱的力量。接下来这位委托人也是一位孩子，他叫陈志超，他今天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究竟想要做什么，想要完成什么样的心愿呢？我们掌声有请陈志超。
你为什么一上场选择唱《世上只有妈妈好》？选择的原因是什么？我希望我妈妈看到我唱这首歌，她可以回来。来，妈妈离开你有多久了？两三个月。你知道妈妈为什么会突然离开吗？因为爸爸生意上遇到了一些挫折，把不好的心情带回了家，跟妈妈吵了一架，妈妈所以就走了，离开了。妈妈离开之后，你跟爸爸都有找过他吗？天天在找。找到吗？没有找到。妈妈有打过电话回来吗？也没有。完全找不到他了。你想妈妈吗？想。你今天唱《世上只有妈妈好》，希望妈妈可以听到，希望她能够回来，是不是？如果妈妈现在在看电视，你要对她说什么？千错万错，儿子没有错。外面没有在自己的家里好。儿子想你了，妈妈，请你快回来吧。真的是，千错万错，孩子是没有错的。不管发生什么样的事情，我觉得都不应该抛下这么懂事、这么可爱的儿子。志超，你说的很好，你没错。我们把那个犯错的人请出来跟你一起聊，好吧？好不好？好。那个人肯定多少犯了点错吧？要不然妈妈不会走的。把你老爸请出来，好吧？好。来，有请陈志超的父亲，陈彦忠先生。你好，陈先生。来，请坐。首先，感谢你对我们节目的信任，因为刚才儿子也说了，找妈妈找了两三个月，我相信你们父子俩已经用了你们所能够用的一切的方法，但是好像都没有音讯，所以带着儿子一起来上这个节目。你们到底是因为多大的事儿，他妈妈会突然离开？这说来是我的错啊，我是做面粉生意的，有时候在外面难免遇到一些烦事。我们结婚十几年了，十几年了，孩子都这么大了。以前会经常吵架吗？我真的是有时候脾气真的不好。那为什么这一次会有这么严重的后果？你自己感觉为什么？我觉得你今天来到现场了，说不定他妈妈在看我们的节目。你上电视就是为了让他看见。对，从头说吧。这个事是前两个多月以前吧。那天孩子他妈说上街给孩子卖衣服，我就开着车把他送到街上，送到商场。送到商场的时候，我去忙生意上的事。等我忙完之后，我给他打电话，我说你在哪里，我好去接你。老婆说他在人民广场，我们那儿的人民广场。到了之后没有找到他，我给他打电话，这时候他就说他在回老家的路上。当时我听了特别气愤，就在电话里和他吵了几句就挂了。到了晚上五点多六点，就这时间吧，大概他回到了娘家。回到娘家之后给我打了个电话，给我说了这他到了。我就说老婆，之前我们商量的是说是在我家里添辆大货车，对吧？车不够用，能不能问爸妈先借点钱，这两天资金比较紧张。他说行。到了第二天老婆来了，来了就又说这事。我说问爸妈了吗？他说问了，但没借，不给，没有，就这话。我听了特别气，就又跟老婆吵了起来，加上昨天的事，越吵越凶。吵了之后就不多说话，过了两天不多说话。当时真的急需用钱，我就问朋友借了点钱。错就错在给我借钱的这个朋友是女的，老婆知道了特别生气，就因为这一气之下就走了。
其实这是个误会。对，这只是你的一个普通的女性朋友而已。是。那你有没有跟她解释过呢？有时候我这人爱大男子主义，不想解释。这个误会会越来越大，越来越大。你看，最终酿成的结果就是你现在找不到他这个人了。求你们帮帮我，你们在帮我找找。你现在老陈这辈子会感激你们，真的不会忘记你们。你的心情我们能理解。老陈，你现在回头来想一想，你们俩在争吵的时候，你现在想你当时最不该说的话是哪些话？我觉得你一定说，在争吵的时候人会说一些。对，我说了不该说的话。我说老婆，你走吧，乖猫。你让他滚。对。所以你现在特别的后悔。特别的后悔，老婆这个人特别好。我们结婚十多年，孩子这么大，从没跟我父母吵过一次架，红过一次脸。你的妻子离开家之后，你第一时间有没有去你的岳父岳母这边寻找他的讯息？去了，我走了之后，我第三天我去他家了。去了之后，丈母娘说没回来，我不知道，问他同学，他同学是就在他家，可能是你们生气了，他可能有点气，躲着不见你。就这样，我过了五六天又去，直到一个月以前，一个多月了，朋友跟我说老婆可能去天津了，在家里也没什么事，说出去散散心，找点活干。我就去了天津，找了四五次，因为我大姨子在天津，我去了他们家，他也不跟我说，真的，我总算明白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说明娘家人对你也是不满意的。对，关键是我在丈母家吵了一架。哦，你还到女方家去吵了一架。你是因为没找着人所以跟他们吵架吗？对 对。他这个人就是急脾气，控制不住自己，所以酿成这么大一个后果。都怪自己脾气不好。你说你老婆都走了，你就跟丈母娘还吵架，你怎么能跟老年人吵架呢？而且儿子十岁了，很多事都懂了，但他看到爸爸妈妈这样。现在最新打听到的情况是他在哪里？现在确定就在北京。在北京。我也是通过朋友各方面打听。确定他在北京，但是你联系不到他，他的手机号已经换了吗？换了，我找到一个电话号码。是谁给你的？也是通过老乡、朋友帮忙找的。当时他们给你这个电话号码是说这个号码是你老婆的吗？反正是他用我这个电话号码打电话。你拿到这个号码之后有打过这个电话吗？没有。没有，是你不敢打吗？一是我不敢打，真的，我现在没勇气了。像佳明老师给你帮我帮帮忙，帮我打一打。我是个粗人，不会说什么话，怕再说又让他生气，又说错什么话。可能你自己用你的手机打，他也不会接。不会接。你先给我们，我们先尝试跟他沟通，但是最终这个结必须你来解开，你必须亲自向他道歉。对。好不好？为了孩子，因为今天孩子在这边一直在唱《世上只有妈妈好》，一直想要找妈妈。你可以先把这个电话给我。难啊，真的好难。我们没有接通这个电话。老陈现在的重点不是他在哪里，重点是他是否原谅你，他是否愿意重新再回到这个家庭跟你继续生活。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希望现在这个电视荧屏能够让你们两个人联系上，就像面对面的交流。如果他现在坐在对面，你要对他说什么？我会说老婆我错了，爸妈我错了，给我一次机会吧。这是你自己做的。是。哎呀，这孩子俩真是很用心了。
看那边的摄像机。爸妈，我错了，给我一次机会。你们常说我给你们丢人了，没给足你们面子。今天我就站在中央电视台，当全国人民的面和电视观众给你们认错，求你们原谅我。我不会说什么话，全在这儿。我给老婆写了一首诗，还有我心里想给老婆说的话，我怕我说不全，特意写在了纸上。老婆，我想你，你在哪里？孩子，更想你。这段时间，我反复的自责和检讨自己的错误，后悔极了。想想这么多年，你为了我和这个家无私的奉献，我甚至有时候是我的头脑发热，不可一世，说话不顾场合，不顾你的感受，还有时候打你，我真的错了，我后悔了。什么样的话语都代替不了我愧疚的心情，再原谅我一次吧，老婆。这辈子就让我再爱你一次吧。我给你写了一首诗：矛盾小事平常事，盼你念你更爱你，为你甘心男人错，老婆快回全家欢。老陈，你这封信写得很诚恳，你不仅骂他，你还打他，然后你之前提到了，你还去娘家女方家去吵闹。因为我的脾气，再加上这几年生意越做越大，真的是让冲昏了头脑。一个人的脾气可以跟他的生意有关系吗？从今往后不会再骂，更不会再打。有家名王冠给你，我想让你们做我的担保人，我当着全国人民的面一定要做到，不会让你们失望。好，我们愿意做这个担保人。我们也替妻子说，如果你向大家的承诺，第一不打不骂，孝顺父母， 对家庭负责任，志超你已经长大了，对，我觉得你能够勇敢的唱歌来到现场，就是你希望爸爸妈妈好，你希望这个家庭好。你现在像一个小男子汉一样，爸爸保证完了，你也都听见了，你要对爸爸说什么？以后再也不要骂我妈妈。爸爸一定听我，知错就改。来跟妈妈说两句。妈妈，我太想你了，你快回来吧。你说我们爷们儿在一起到这个时候流下泪的时候，就会自己骂自己一句话，说早知现在何必当初、啊、何必当初。我真的错了。不管怎么样，我们现场的观众把祝福的掌声送给他们，好吧。我们希望你还有这个机会好好的对待你的老婆。我们也希望陈志超的妈妈今天能够看到这一幕，看到还有一个这么乖巧的儿子，他一直在思念着你，希望你能够回来看看他。都是你的错，我们相信你，我们也希望你的妻子能够给你这个机会。想对您说，话到嘴边又咽下。哦，妈妈，我想对你笑，
眼里却点点泪花。哦，妈妈，烛光里的妈妈，您的黑发泛起了霜花。哦，妈妈，烛光里的妈妈，您的脸颊映着这朵牵挂。哦，妈妈，烛光里的妈妈，您的腰身倦得不再挺拔。牵着您的衣襟走过春秋冬夏。爱要大声唱出来，向幸福出发。这里是向幸福出发，我们继续来感受爱的力量。想要了解我们央视综艺的更多动态资讯，可以关注我们的新浪官方微博央视综艺，参与到我们及时的互动当中来。你可以拿起手机打开微博微信，任何可以扫描二维码的软件，扫描我们屏幕的二维码就可以加入我们了。接下来上场这位委托人啊，他五音不全。我们没有这个要求吧，爱要大声唱出来，没有要求五音都得全吧，只要情感在，在不在调调无所谓，是不是？那现在变成什么样了呢？哦，你是说他曾经？对。你要给大家制造一个小悬念。来，有请我们今天的委托人马世豪。请坐。刚才得罪你的不是我啊，是他啊，他说你五音不全啊。后来怎么就唱歌那么在调上了呢？反差这么大。嗯，对，最早就是一张嘴唱歌就是完全不在调上。一直到多少岁你突然五音他就全了？就是妈妈特别喜欢唱歌嘛，所以说他就每天教我怎么去唱歌，然后就慢慢的，然后到现在这个。所以妈妈是你音乐上的启蒙老师。对对对，可以这么说。我们曾经在星光大道的栏目上看到过马世豪，当时是你自己报名的吗？因为我就是平时放假了以后可以给学生就是教课那样子，就比如说跳舞啊之类的。你爱跳舞？对，我爱跳舞。然后就怎么说，有一天我在唱，就是在给学生上课，然后我就发现妈妈一直在旁边拍来拍去，我也不知道她在干嘛。然后于是就是没过多长时间，我才发现哦，网上竟然有我跳舞的视频。妈妈传上去的。对，因为她没有告诉我，完全在我不知道的情况下，她把我的视频上传到了网上。然后没过多长时间，我就收到了央视的邀请函。哦，其实是妈妈帮你报的名。对。然后我就特别激动。妈妈支持你唱歌，教你唱歌，之后又支持你跳舞，还上传了你舞蹈的视频。对。可不可以现场给我们带来这段精彩的舞蹈，好吗？
好，来，掌声有请。委托人来到现场，你是要感谢谁，表达什么样的情感？就是我最想谢谢的就是我的妈妈。嗯，因为这一路走过来都特别特别的艰辛，我可能比我的同龄的孩子经历的事儿真的比他们经历的太多了。经历了哪些事儿？为什么你比同龄人经历的事儿多？4年前就是因为爸爸由于心脏病然后就是去世了，而且是非常非常非常突然的一件事情。因为这个事情对于我们来说，就是对于我的打击因为特别大。在爸爸去世的那一天，我还拿着吉他和爸爸坐在阳台上唱歌，特别开心。然后直到晚上这件事情就发生了，突如其来的。对，那对妈妈的打击就更对妈妈的打击非常大。因为之前妈妈一直在辅导我唱歌啊跳舞，在刚刚可以看到一点成绩的我，有好多次真的特别想放弃，就是一了百了，我再也不要唱歌了。最后还是靠妈妈一直在背后就是做一个顶梁柱，就像是一把大伞一样，一直为我们遮阳挡雨。所以今天妈妈是接收人，妈妈一直都很喜欢听你唱歌，我希望你用歌唱的方式把妈妈请到我们的舞台上来，好不好？好，唱你妈妈最喜欢听的歌。在那遥远的地方有位好妈妈，她那美丽动人的眼睛好像晚上明媚的月亮，妈妈的笑脸好像红太阳，妈妈美丽动人的眼睛好像晚上明媚的月亮。真的是很特别很特别。是不是儿子今天有这样的一个成就，你也特别的欣慰，很高兴？他在我心目中永远是我的骄傲。因为自从他父亲走了以后，他情绪一直很低落嘛。作为母亲，我不知道用什么方式去照顾我的孩子，当时我的情绪也很低落。当时孩子多大？他那会儿17岁，他整天就是把自己封闭起来，也不愿意跟人交流。那段时间我自己心情也很低落，没有心情去照顾两个孩子。但是有一天我发现他的性格各方面都有点变化了，我才意识到我作为母亲有义务去把孩子们照顾好。
永远不能在悲痛当中。所以有一天他在学校给孩子教那个街舞的时候，我真的是就偷着给他拍了一张视频，发到网上以后，等到星光大道通知他的时候还有点震惊，他说妈妈你怎么会做这样，我说妈妈希望你能够站在舞台上，站在璀璨的舞台上，首先就是给爸爸的一个安慰吧，因为他爸爸一直是他的自己的骄傲。我说不管怎么样，妈妈遇到再大的困难，我都会让你把这条路走下去。所以妈妈那一次替儿子报名，不是一个简单的希望他参加一个综艺节目，对，而是希望借助那样的一个机会让他重新振作，对，让他在舞台上找回自信。对，其实在你们这样的一个家庭，包括爸爸在的时候你们会用音乐来对话，所以在爸爸离开的这段日子一定会找到一个释放自己情绪的渠道，那肯定还是音乐。因为我还有一个弟弟嘛，每个家庭里面应该总有一个能站出来说话的一个男人。没错，所以说我就要完全起到给弟弟做这个榜样。没错，男子汉。所以说我给爸爸写了一首歌，然后叫《灰色的夏天》。来，交给你。是你那次笑的脸，梦见你那美丽的容颜，不愿想起那个灰色的夏天，带走了一生最爱的画面，总是梦到你的脸，望着天空说声抱歉，总想把你的希望用火把点亮，心中默默地许下愿望。但是好像在哄孩子一样的哄妈妈，不哭不哭。孩子们在我不经意的时候也开始长大，就在我过第一个生日的时候，就是老公去世以后的第一个生日，每年我老公都会给我过生日。那天生日那天我情绪很差很差，然后十号给我打电话说，妈妈我在一个餐厅有演出，我想挣点钱，你过来看一下。其实当时我根本都没有心思出去，只要他说的事儿我都会。当我走到餐厅的时候，看到他和他弟弟俩还有他朋友桌子上摆的生日蛋糕，他们准备了给我准备庆祝生日，想给妈妈一个惊喜。是，然后他送给我了一个暖宝，因为我特别怕冷，每次我在睡觉之前都是我老公把被子给我捂热以后我才去睡，我怕冷。他说妈妈有暖宝了，你就怕冷了。特别是小儿子，他虽然那么小，他给我买了个抱抱熊。妈妈你晚上不是一个人睡觉吗，你就抱着抱抱熊。虽然我当时心里特别难受，但是值得庆幸的是孩子们知道怎么去疼自己的妈妈。我相信日子会越来越好的，妈妈孩子们都长大了，我看您的儿子都特别的懂事儿，您的先生最大的心愿也是希望您能够健康，希望您和孩子都能够快乐幸福，这才能让他欣慰。所以你们一定要为他好好的活着，好好的照顾自己。今天弟弟也来到了现场，妈妈要带着大儿子小儿子一起给我们带来一首属于你们的歌曲。
要大声唱出来，向幸福出发。谢谢大家的观看，谢谢我们的嘉宾在节目中的讲述，他们用正能量让自己积极地面对生活，面对明天的希望，这种正能量会让你迈过生活的一道一道的坎，你一定要相信正能量的作用。我们也希望电视机前的您可以带着您感人的故事来到我们的现场，亲自点歌唱给对方听。这里是向幸福出发，谢谢您的收看，爱要大声唱出来，我们下周再见。